行了，你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现在马上比赛就开始了，你把你那小脾气往回收一收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当年我也是为了舞蹈的热爱，对不对？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爱跳不跳，也就是没有人了。张学恒，但凡有个人，我都不带跟你跳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愿意跳就走。我的小宝贝儿啊，要参加比赛了，宝贝们准备好了吗？教练，他耍脾气，他不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马上要比赛了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教练，我就搞不懂。等一下，你乖。你去休息一下，我替你马达，老师替你出头，好吧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要比赛了，知不知道？这是国际舞蹈大赛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教练，我当时跳舞的梦想是为了能跟你一起跳，你为什么给我找这么一个傻大个？傻大个？没，教练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他傻，他比你傻，啊，但是你比他大个。哎呦，不是，教练，反正总的来说吧，总的来说吧，给我好好跳。行，我也知道，一个字送给你，忍。教练，我知道当初您挑我的时候就是按照您当年的模子找的自己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知道就好。我会忍。忍。我会忍。忍。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,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, a little bit of Rita's all I need, a little bit of Tina's what I see,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, a little bit of... 我告诉你啊，这比赛我不比了，行不行？给我滚蛋！宝贝儿们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进复赛了。不是，这都进了？刚才裁判说你们那个惊天动地的动作太棒了，都惊着裁判了，以为你们这是把生活当中的很细小的那种恩怨全揉到了舞蹈当中，太棒了。就他这个状态，你等一下，你先歇一下，我替你教。你这个在台上表现很好啊，那个激情。不是，教练，他打我脸，你看见了吗？打你脸？打你脸？对，激情，激情的表现。记住，送两个字：激情，激情，激情。哎呦呦呦呦！行吗？你走吧，我绝对不比赛了，好不好？走，赶紧给我走。你们进决赛了，知道吗？进决赛，你们刚才台上那个斗牛般的激情，你是火山，你是冰山，两个融之在一起。
把裁判全都给征服了。他摔我，你没看见吗？那就是艺术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可是你们最后一搏了，所有的恩恩怨怨全部都放在一边，送你们三个字：别放弃，别放弃。Forget about the